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来，我给你们介绍，这是我最要好的损友沈文斌，林小松。你好。你惨了，你明明知道小松姐和杰哥是一对，你还想。我想什么？我什么都没想啊。你还否认啊？不过庄姐说过一句话，爱恋人和表白爱情，男人是比女人来得容易些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你不懂，我就解释给你听。真的爱一个人呢，就要打起精神放胆去追，这样呢就是叫公平竞争。人家可是伟杰的女朋友，争什么争？怎么不可以横刀夺爱的吗？你有没有听说过多管闲事寿命会比人家来得短？八婆，你像你这个样子，你寿命也比我还要短呢。哼，八公。公平竞争。哥，你想和杰哥斗啊？门儿都没有呢。输得很惨的，肯定会的。这些礼物到底代表什么？我饿了，输了。这三个不是零，是 O，A E I O E 的 O。OK，O 这么简单，那这三个 O 代表什么？戈比欧，戈比欧，哎，那也是三个 O 哦。算了，不说就算了，吊起来卖。告诉你啊，这是 love one and only one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心灵相通。只爱一次，只爱一个，真的吗？还真够阿 Q 啊你，把我钱嗨嘞，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。哼，还好我的驾驶技术好。够了够了，一直埋怨好像老人这样子。看开点吧，旧的不去啊，新怎么来啊？你说的很好听啊，新的来你给钱啦、啊。我很好看啊，帮帮忙嘞。